两个颜色，黑跟深灰，它其实跟黑色蛮像，就没有到很浅那种，超深的。然后是做那种圆领，我觉得圆领算比较大一点点的，然后前面胸前这里还有胶印那个草写字母，胶印的。然后这一件我觉得它属于柔棉，它这件穿起来很舒服，很软。这件也可以当成睡衣穿，因为我觉得真的超舒服的，而且它弹性真的超好的。你看，它弹性超好，你看，可以这么大，这件到 size 应该也是没问题的，因为它弹性很大。它在我的膝盖下一点点。它就是一个不会说长到很长的那个长度，就是身高160以下穿也是可以的。那你身高比较高的话，其实你也可以搭长裤或短，里面穿短裤的话也可以。然后袖长在我的手肘，然后你看我穿其实还有这么大的空间，它弹性真的超好的，你看弹性超好的，那到 size 也是没问题的哦。